同学们好，老师好，不，我不是老师，我也是学生。哎呀，哎呀，坐坐坐，你们都是来上课的。哎呀，可不是嘛，没办法了，现在是上有老下没小，现在老婆太难找。我跟你说，我家里头啊，让我延续香火，我连插香的地方都没有，我怎么延续香火？谁说不是呢？哎，我听说这个恋爱大讲堂特别有效，来的人都成功恋爱了，不知道是真是假呀。 应该是，我觉得咱们看看。不是说咱们这个是 VIP 光棍班吗？怎么来女生了？不，他们不是咱们班的，他们是隔壁相亲班的女学员。女学员？嗯，咱们是男光棍啊，上啥课直接来吧。啊？你挺喜欢那姑娘，就试试，走你。咔嚓！你好啊，臭东西。 不是，姑娘，能赏你吃个饭吗？脸赏你了，饭就免了。没事啊，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。咱们一会儿等老师讲课，好不好？嗯，啊，坐。同学们好。 欢迎来到恋爱大讲堂，我是你们的情感导师默默，相信在座的各位和我一样都应该是单身吧？是。那么各位来找了呀，真是赶上好时候了。恋爱先生正在东方卫视热播，收视率一直第一，所以恋爱大讲堂应运而生。其实，单身不可怕，就怕恋爱没方法。要想恋爱发起堂，就找默默，买锦囊。 包教包会，包你有用。老师，嗯，作为一名学生呢，我是很愿意相信你。嗯，但是你也说了，你现在自己都是单身，你怎么帮助我们单身？我怀疑你是一个骗子吧？嗯。而且这位同学刚刚已经失败，如果你能把他教会了，我就相信你。嗯，行，那麻烦这位同学再来一遍。老师，我脸疼，你过来。老师问你。 你摸摸你自己个儿的良心，问问你自己个儿，单身和这个比哪个更疼？哪个疼？单身疼。完事儿了，去好。姑娘，能赏脸吃个饭吗？疼，没事了，同学。疼在你身，痛在我心。老师，我大概知道你是什么情况了。来。 给你这个囊，谢谢老师。哎，哦，我明白。客气。啊，老师，你确定让我照着这个念？照着念。姑娘，谢谢你刚才一巴掌打醒了我。没错。 我不想跟你吃饭了，因为我看到你我就吃不下去。你秀色可餐，我看都看饱了。臭东西，真讨厌。那个，我想跟你合个影行吗？行啊，来。哎呀，你这是手机还是照妖镜啊？你什么意思？你说我是妖精呗？不不不，我是说，在你手机的照射下，我对你的爱原形毕露。 你长得真可爱，你别怪我啊！怪，我怪喜欢你的。那我们去吃饭，走啊！这个锦囊真灵啊，特别灵。咱们老师有两手啊，是不是？嗯，你看两手都很硬啊。等会儿，兄弟啊，老师，我也想寻求帮助。好。 但是这个锦囊啊是因人而异的，你先说说你的问题。哎呀，老师，我问题可大。嗯，这个女孩不主动说话呀，我是永远都开不了口。我紧张。好了，开不了口你就用行动啊，来，给你这个囊。不是，老师，这我万万不能要，我没带现金。咱们俩客气什么呀？啊，免费给你。那这样，老师，我扫一扫行不行？行，这锦囊多少钱？咱俩是随缘，给个3块5块就行。那能行吗？3块5块谁能给呀？是不是？我先刷个2万块钱。
谢老师，加油！干嘛呀？比心。心怎么是方的？请收下我的一片方心。站起来！啊！站在这里不要乱走动啊！干嘛呀？我也没走动啊。谁说的？你明明走进了我的心里。那我还想走进你的家里。走，那咱们走动起来。走。都有。天哪！点石成金，变废为宝啊！作为一个感情上的废物，我突然看到了希望的曙光，我要变成宝贝了。怎么样，这位先生？刚才我看得一清二楚，不用紧张，我直接来。姑娘，看着你，我吃不下饭，因为什么意思啊？你看着我恶心是吗？那恶心你就别看呀。用你的照妖镜，咱们合张影。什么意思啊？你才妖精，你才妖精，你才妖精。请收下我的，怎么比来着？花式比心。合着你就是个花心呀？哎呦，什么人呐，真的是！哎，你别走，别走，你走到我心里，我心都乱了。放心吧，我绝对不会走到你心里的，我现在就走出去。老师，嗯，之前的锦囊怎么不管用啊？哎，因为是这样的，用过的锦囊就没有用了。必须得来一个新的锦囊，快给我！哎，这可是我最后一个锦囊啊！这锦囊多少钱？我出双倍。这是我给我自己准备的，我还单身呢。四倍，这是给我的子子孙孙准备的啊！我啊，外套50000，裤子80000，鞋10000，2只20000，手表30000。等一下。我好像突然感受到你的诚意了，我觉得我好像快要答应你了。李先生啊，姑娘已经看到你的诚意了，再使把劲儿吧。使把劲把房子卖了，我把所有家产都卖，都给你，成交。同意。王总，你们这群骗子，我已经掌握了你们的犯罪证据，还有你们的团伙已经被我给逮捕了，跟我走一趟吧。大哥呀，咱们见面都是缘分，不妨放个小弟一马，先走一步。大缘分到，走吧。还有，拿来。这位市民，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个人财产，谨防上当受骗。走吧，走。这些人都是骗子，那些方法都是假的。早知道我就该听靳总的，不来这个培训班。赏脸吃个饭吧。行。其实爱情哪有什么方法，最重要的就是缘分。